挑战夜市吊酒瓶游戏，手往外摆动，成功立起。吊酒就会啊，吊一只站起来就解决就好了。一个接一个，毫不费力，再度挑战高难度绳子加长版。这个是比较更困难的啊。多花一点时间，同样能成功，但游客挑战就是觉得好难好难。网友大吐槽，戳破老板伎俩。酒瓶内部是做斜的，重心不稳，所以会倒。还是不懂，用图画给你看。设计上木板是斜的，瓶底也可以做成斜的。如果酒瓶立起来的方向没有抓到左高右低的诀窍，当然不会成功。也因此，有些老板会在底下做记号。这是台湾夜市，事实上偶尔你会遇到的。一种很高难度的游戏，看似很简单。夜市玩法多，还有这种钱币丢瓷砖游戏，只要把10块钱成功丢中了瓷砖，不能弹出就能获得奖项。那个木板感觉是滑的，然后钱币它也会滚啊，所以很难定下来。游戏好难，物理老师拍影片找来路人做实验。3个人丢啊丢都失败，怎么样才能丢中？慢动作解析。你会发现所有成功的硬币都有完全相同的关键，就是他们着地前的那一刻，其实都是以一个特定的倾斜角撞到玻璃面。成功的影片斜角撞击停留在瓷砖上，而失败的影片钱币整面掉落，不规则弹跳。物理老师录下影片解析钱币成功丢中瓷砖关键，但手势该怎么丢才能以斜角撞击，基于职业道德没有说破。三立新闻黄大卫类陛下红薯猪高雄报道。